还有另外一个炸弹会爆炸，那天是米花车站前的广场。神秘炸弹客的连续犯案，还剩下25秒，目标锁定工藤新一。工藤新一吗？是的，我在东都环状线上装饰了5颗炸弹。太阳下山之前没有拆除的话，炸弹就会爆炸。全看你了，工藤新一。柯南要如何破解炸弹之谜？名侦探柯南引爆摩天楼，星期六晚上8点，就在某某精彩。